什么？他俩就这么走了？嗯。那我就奇怪了，你说你也不是个大美女啊，你这桃花运怎么一个接一个的呀？我长得不差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哪来的桃花运啊？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到？而且我跟林源根本不可能，好不好？完全无法想象我跟他在一起。就你这脑袋瓜，哎，能想什么呀？我脑袋怎么了？好着呢。哎，如果啊，方远航和林允安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跟你表白，你会选哪个？想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嘛？方远航和林允安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跟你表白，你会选哪个？方远航、林允安，两个会选哪个？方远航、林允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在想点什么啊？你爸妈常年在国外，家里就剩你和弟弟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，尽管跟方叔叔说，不要客气啊。叔叔，你放心吧，我跟弟弟挺好的，而且我们也不太想麻烦你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两家啊是世交，叔叔关心你啊，那也是应该的，千万不要客气，有什么麻烦呢？哼。方永航，怎么了哥？坐没有坐样，站没有站样，那像什么话呢？果儿，你和我家远航啊在一个学校，听远航也经常提起你，你们呀就应该多走动走动，他以后都是要继承家业的嘛。那个叔叔，您吃菜，哎，这有虾。听到了吗？清楚了。你爸今天这顿饭是来挑儿媳妇的吧？你现在年轻啊，一定多走走走。我对你不感兴趣。嗯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李准，李准。你练没练琴啊？你就在这玩游戏啊？练了。可是没有人听见你练琴了。你现在学会骗我了是吧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练没练琴啊？练了。姐，你干嘛？马上就赢了。我刚刚在外面敲门敲半天，你听不见是吧？姐，我玩会游戏，放松一下，怎么了？放松？你从早到晚的在这玩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不是我非要说你啊，林老师是很厉害的家教老师，他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你一定跟他好好学，听见没有？哪厉害？没感觉。你还说你没感觉到，你用心了没有？林老师是我费了很大心思才请来的，你一定要跟他好好学，千万别掉链子，听到了没？知道了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去哪儿呀？洗手间练琴。厕所怎么练琴啊？姐，你是我姐，你不是我妈。你想好你自己想要什么再来管我吧。我和你之间的约定请不要告诉许愿。王师兄，谢了。我打听过了，你和他呀，最多算是从小长到大的兄妹，他把你当哥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啊？你听不懂话是不是？他是我女朋友，离他远一点。你骗谁，也别想骗我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两位师兄，能不能让一下我扫个码买瓶水啊？你是谁呀？我是徐远的同学韩香。谢谢师兄，
学院同学是吧？啊。想喝什么我请你。啊。凭什么你请？学院同学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拿，我请客。还是我请吧。我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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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赵宇君啊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动力不太够啊？看什么呢？我觉得挺般配的呀。那不要看吧。白金，咱俩的友谊算是走到了尽头。其实我觉得他……别说了。说谁呀、啊？别提他。提谁啊？沈威寒。哦，沈威寒。我说了你不要提，不是我提的。我说的。哎，陆少宇，你什么时候被刷下去了？这个第一现在怎么变成别呼我旺仔了？他谁啊？别喝我旺仔。韦少彦宗，你怎么天天对着我们家？这有吗？我气都喘不过来，我们家的墙壁啊都被熏黑了，我儿子回来怎么？我先来，我先来啊！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老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许大夫。阿姨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，丰收了啊！哎呀，好漂亮啊！请你啊，暖暖的。应该的。哎妈，过分了，肉麻死！去去，你的呢？江队长。哦。我可是花了一个月时间画的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不错不错。喜欢。哎呀。哎呀，其实啊，看着你们两个平平安长大，就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了。好了，我们准备点蛋糕吧。来，我来点。你来点。豆豆，豆豆，快回来。豆豆在这里。哎呀，跑哪玩去了？妈看。饭都好了，快吃饭去吧啊！哎，奇了怪了，这老太太今天也没听戏呀、啊。哎呦，坏了，豆豆，你在这坐着，你别跑了啊，妈去看看啊。好，生日快乐，大妈，你刚许什么愿？我呀，就是盼着你们两个好，尤其是雨安。你这孩子啊，从小就苦，阿姨希望你以后的路啊顺畅些，平平安安，健康快乐。谢谢阿姨。阿妈，我还是亲你亲生女儿呢，你不知道学学我的。你呀、啊，能让我和你爸省点心啊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是啊，而且徐远，你也别去摆花摊了，怪辛苦的，而且还耽误学习。再说。学校老师催你好多遍了，你怎么什么都给我弄清楚呀？哎，雪，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干起这个来？是我们给你的钱不够花呢，还是你在外面乱花钱欠债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那有人敲门，我先去开门啊。谁呀？雪然，你爸，许大夫，许大夫，
隔壁刘奶奶晕倒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刘奶奶这是突发心梗，还好发现的早，抢救过来了，现在基本脱离危险了。那就好。现在呢，刘奶奶的家属找不着，这样你去给她办个手续吧。嗯，去办手续。嗯。今天呢，我跟你妈妈得留院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嗯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嗯。老爸，你跟老妈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啊。会的，会的。他们走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说出去的，你不知道我拿那个花条有多不容易。你不容易，那不是你方师兄帮你的吗？那也不容易啊。哎，你跟那姓方的怎么认识的？你知道他人吗？这不是在慢慢了解吗？慢慢了。哎，你就不怕他是一坏人？不可能。他会是坏人吗？我不是说他一定就是个坏人，我是说你一女孩家你。算了算了，那你跟他什么关系吧？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们昨天说了什么吗？说就说。我渴了。知道了。你放心，这次我攒了不少美图，只要你钱一到位，我立马打包发给你，够意思吧？干什么？你别睡了，我看他偷拍你。不是，瞎说什么呢你？别瞎说，我亲眼看你偷拍他的。先不说了啊，钱打过来，先挂。喂，你现在马上来昨天我们吃饭的地方。快点啊，先挂了。在追啊，让你坏我好事啊。给我打。知道坏我好事的下场啊。对啊。叫什么叫？对啊。你在叫对啊。居然。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啊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还笑。那我看到坏人，你能不管吗？你怎么出这么多汗了？你怎么了？伤哪儿了？我手疼。
让妈妈怎么说你才好？这才离开医院，又回医院了。今天要不是雨安在，应该就是你让爸爸妈妈怎么办？妈，你说坏人做坏事，我能不管？你也那么大的人了，怎么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居然和雨安都没什么大事儿啊。来，师傅，警察都做好记录了。好了啊，你们两个近期啊要多注意点啊，特别是徐然，不要到处乱跑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你俩快回去上班吧，我还想回去睡觉。雨安，小冉就麻烦你照顾啦。拜拜。疼不疼？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。是的。怎么了？还好。你猜我在听什么？这我哪猜得到？切！喂，各位听众，早上好，这里是 FM 988的上海早晨，我是主持人麦子。最近上海的天气转凉，各位小伙伴们记得多穿衣服，不要着凉哦。好了，下面让我们来一首音乐，振奋一下你刚睡醒的大脑。哇，你这次的校际音乐节要参赛的吧？嗯，应该是要的吧。快点，你呢？不是你，真的我要迟到了。哎，管儿，看，你干嘛？你快点，迟到了。当心点。快点。你当心点啊。华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个徐冉就是跟林雨安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估摸着这林雨安就是拿徐冉当个幌子。幌子，可是青梅竹马了。听说呀，是徐冉的父母从小帮忙照顾林雨安。哎，果儿，那就这么算了，绝不。停！怎么了，教授？你还在打工是不是？教授，你去打工体验社会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教授，行了，别的我话不多说。刚才第三小节，弹错了吧？这段吗？这段是我特意这么处理。
笑什么？没说你是不是？校际赛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们俩谁去？好好想想吧，学音乐到底为了什么？下课。陈教授。你好。陈教授。怎么了？教授。你老说我的音乐没感情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不理解。你有想过音乐的本质是什么吗？音乐的本质是让人感知情绪的。感知情绪？你的技巧没什么问题，甚至可以说很好。但是你的音乐是冰冷的，你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教授，我……你大一的时候有过，你可能忘了。但是在那次比赛之后，就再也没有。不，教授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你喜欢过人吗？尝试去喜欢一个人看看，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丽媛，你欠我一声抱歉。如果你是因为三年前的那件事儿，只要你离许愿远一点，我可以跟你说对不起。不考虑解释一下吗？许远其实不是你女朋友吧？包远航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。丽媛。你们俩。林媛，我找你是商量一下给小准补课的事情。你看，要不这样，我们暂定在周五的晚上7点，可以吗？周五不行，周五没时间。咱们要不约周六吧？可以啊，我让他好好预习预习。嗯。哎，林媛，那个，我看见你跟徐冉在校门口，他好像受伤了。哦，是。小伤，没事。徐远受伤了，他伤哪了？不是，你会不会管太多了？哎。